刘先生，先填几张表格，等一下人力资源部的沈小姐会跟你讲课。哦，谢谢啊。冬梅，你怎么知道我残疾姑娘？我不是残疾，我只不过前两天拐了脚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请坐吧。我以为会招个威猛的帅哥。刘经理，我可以帮你招一个猛男帅哥当男秘啊，有事儿男秘干，没事还能干男秘，只要咱们老板批。冬梅，你别总拿老板压我。刘经理，我哪敢呀。于小姐，这里是会议室，请先填几张表格。刘总，这是我新设计的超级跳蛋，那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，你要不要先试试？公司已经招了女演员，她会帮你试。谁呀？就是她。你行啊，照两朵奇葩，进公司就讲日语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以后公司再要体验清理合用的产品，不就没障碍了吗？我叔叔是江湖游医，那专治那个跌打扭伤，我跟他。新来的女体验员太骚了，她是我的超级跳蛋师啊，我一定要棉花堵着耳朵。那男体验员和你没同伴？讨厌，丽丽，你就是我肚子的蛔虫。今天我给二位上一下课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成人情趣用品行业被那些有成见的人看作是屌丝行业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屌丝行业的春天已经来临了。成人情趣用品市场以每年超过285%的速度井喷式递增，而且还有至少15年的高速发展期，欢迎二位屌丝加入。